出扛在国家的身后。阿哥，哥哥，真的，阿哥，你咋回事啊？又堵人家水田？嗯，什么不要脸？什么不要脸？这个水明明都是想去我家的，哎呦你妈，一条水从上面下来，一条去你家，一条去我家，你咋把我的水全部堵了呢？我不堵你家那边，我家的水来得慢，我家的那个田鱼都要死完了。不要脸，我家田鱼那么活都该死了呢。人家的田里面是养鱼，你家养蚂蟥，活该。哎呦你妈，你才活该嘞。好，什么我们都不说了啊，老规矩，要花钱。我放这里，出来了。我看你屌到哪里去。来，一决胜负，谁输谁走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走。嗯，这个草真的是个草包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来，我们回家吃饭，老贝。啊，走。嗯，还真的跟我赌上了。这背时的两姊妹真的是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要不你先回家，做饭吃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我去看一下啊。好，走。这家哥，哎，你看，又把人家水都给堵了。也是跟个彷徨的挣扎，是不是？这个大炮啊，这个大炮啊，真的是个报应仔啊！真恶心哦！哎呀，肚子有点痛，还是有点不放心。这鬼打架哥，我前脚一走，后脚就来堵了。嗯，跟他搞点。哇！哎呦我的妈！